最温暖、最有爱的金曲歌后梁文音。闪亮，文音，好久不见呢，我要哭了我。我学长，大家好，大家圣诞快乐哦，慢慢吃，来听一下歌。演艺圈就是成绩越来越好，我每次看到你都觉得好感动。我觉得缘分真的是，你看我们
几年了，应该有十几年。而且以前都是我在学校主持活动，你来参加比赛哎。对呀、啊。现在居然17年呐、啊！你不要那么激动，你好激动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激动，今天不拿钱都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不行啊，还是要拿，好拿一下。好啦，今天是我们今天圣诞节嘛、嗯，那我们的圣诞节，你刚才唱了三个愿望，对，那今天现在给你三个愿望，你有什么三个愿望？我第一个绝对是希望大家，因为以前大家都会说生日愿望啊，新年愿望，然后你说身体健康好像很老，因为你刚才歌已经许过了，对，但是身体健康有没有2020年感觉起来就真的好重要哎，对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身体要健康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然后我们真的要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别人，保护好台湾，就是我们好好一起来防疫。像今天全民防疫，全家一起来平安音乐会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主题，很好的提醒这样。然后再来就是希望我2021顺利的发片。对，第七张专辑对不对？第七张对。之前都发行那个什么还在听还在玩嘛？对，那就是翻唱千禧年的洗脑神曲，就是我们那个在学生时代宿舍听的歌啊。对耶，那宿舍听的歌啊，就是那些时候想这样的爱情。对，没错，待会就要唱这首。对。然后再一个愿望就是我还没想到，没关系，最后一个愿望我们放在心里，好像当着生日一样，没有不能说出来。跟他合照。因为喊你合照，好啊！我等一下翻过来跟转过来跟你们一起拍，特温音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洗脑神曲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！这首歌一定要唱，就是我做的这个翻唱，带大家回到恋爱的时空，好不好？对，初恋。初恋，掌声欢迎梁文音。谢谢。麻辣鲜师，大家记得吗？真的吗？记得。你确定吗？你感觉很年轻。我们会唱就一起来唱哦。我很漂亮的，谢谢。
特别的2020，我们就是因为要保护大家保护自己，所以我们就真的防疫的关系不能跟大家握手，我就有一点慌张，因为我就不知道我要干嘛，你知道，习惯就是跟大家靠近然后握手这样。再一个，一二三，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，新年快乐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继续要带来的是这个，也是我在2019做的一个翻唱的歌曲。那女孩对我说：“谢谢。”今天叫这么大声，代表你们应该会唱吧？啊？怎么弄啊？啊，我直播。Thank you.
Christmas， 圣诞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， 对对，圣诞快乐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那个脸，哈哈哈，讲话都这么大声。对，哇，这如果有照片的话，啊啊，还打嘞，哇 ，Happy New Year， 全家了，我们是先跨年的，是，因为外国。Happy New Year！ 对对对，我们先跨年的感觉。对，最近文英呢，她除